Hello， 大家好，我是余更盈，上腾讯视频娱乐，关注 Icons Pro 新年锁，我的精彩访谈等你来哦。这次参加 QQ 名人赛，你觉得自己的表现怎么样？我觉得今天的表现就是有一点点的差强人意，差强人意在于我的3-0，但是我个人觉得今天表现还可以咯，因为我打了3个位置，所以我挺满足的。平时组队打王者，你一般是队伍里有什么位置？我玩的射手位跟打野位比较多，但是在这样的战局上，我不好拿野位，因为野位打不好，那是确实有点坑的。我还可以吧，我就段位应该在正常人中应该也是能上到王者吧，就不知道几颗星啊。虽然我从来没有上过，就是因为我可能打的没有那么夸张了。你觉得电子竞技的精神是什么？我觉得是第一是休闲娱乐，有时候可能我们工作很忙很累的时候，其实游戏是一个能缓解的，但是千万记住不要过度，过度它其实就是一种消耗了。另外一个就是可以让你的精神放松，非常集中的打游戏的时候，你不会去想其他事情，这个是我自己对竞技的一个理解。出演的电影《兔子包衣》在今年上映了，作为自己的演员处女作，有什么感想和收获？其实他已经上了一段时间，《兔子暴力》在里面饰演的是白浩文，这个角色呢跟我本人也比较像，所以我希望之后如果有更多的影视作品可以参与的话，我希望可以演一个稍微跟自己还是有一点点变化的角色吧，也是想给自己一个尝试跟突破。做演员是你一直以来的规划呢，还是机缘巧合？应该说是一开始是机缘巧合，然后到现在是有把它规划进来的，是因为已经对于演员的理解啊，对于演戏的理解，我觉得现在跟之前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就已对他有新的认知了，然后也对他非常感兴趣，所以想要把演员这条路在自己的人生规划里面去走得更远。对未来的表演事业是有很高的期待？说实话还蛮高的期待的，但是在这个阶段我希望我自己可以沉下心来，真的好好的去磨练自己的演技吧。这个时间它可以长一点其实无所谓啊，但是它一定不能太短。我希望我真的是拿时间去沉淀的，而不是简简单单的上几节课然后去做这件事情。今年有发自己的那个全创作单曲，平时创作的时候灵感来自哪里？其实更多的是来源于生活吧，像梦岛这首歌也可能是因为我刚刚参加完节目，对于那几个月的经历，我一直从事这个行业开始到现在6年了，然后这6年的一个小的总结吧。你的表达欲强烈吗？你希望通过自己的音乐去承载些什么？我的表达欲应该没有人会怀疑，非常的强烈。然后呢，其实作品不管是音乐，不管是电影，不管是电视剧，对我来说它都是在传达一个自己想要承载的感情也好，情绪也好，或者内容也好，就是我觉得所有的东西，像我刚刚说的，我希望我可以用我最真诚的心把所有的最真诚的东西告诉你们，然后你们感受到的东西是好的，那我就觉得非常开心。在音乐方面有什么目标或者规划吗？今年其实是想着说每一个月可以发一首歌，但是说实话真的很多东西不是自己控制的，因为我不想我做完我就随便发了，我当然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听到，这个是我必须要跟喜欢我的歌迷朋友解释一下的，因为想要他有个更高的曝光度，让更多人听到也是我的初衷，不然我写这首作品如果没有人听的话，就自己听也没什么意义，我希望把这些东西可以分享给更多的人，去传递更多的能量。在目前已经发布的所有歌曲里面，你觉得哪一首是最能代表你的？目前其实就是梦岛，但是现在其实已经在经历下一个阶段了，梦岛其实是我前一个阶段的事情，现在在经历下一个阶段，后面我的歌里面会写我下一个阶段的感受吧，希望尽早可以快点跟歌迷朋友见面。未来有做个人演出的计划吗？在10月6号有一场，然后在10月24号在青岛也有一场，疫情的原因我觉得我们应该先保护好自己啊，如果是能如期举办的，我们一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对，我也希望可以在台上跟你们台下一起互动，如果能来的话，我也希望可以早点见到你们。对你来说，在舞台上演唱的魅力是什么？其实我每一次现场都不太一样，就是包括我唱的，我不会按一个规律去唱，按一个感觉去唱，今天给我带来感受是什么，我就按着什么感受唱，我希望就是第一感受给到你们。
在台上其实我更享受于那个状态中。平时听的最多的类型的歌是什么？最近听的比较多是情歌，然后觉得应该要写一些更内心化的东西。我在思考怎么样用最简单的语言能够传达，让所有人都听得清楚，听得明白这首歌的歌词的含义。平时如果觉得焦虑或者压力大，有什么放松的方式可以分享一下吗？我更多的是运动吧，然后我自己其实也爱打游戏。我说实话，我到现在为止手机里面只有王者这一个游戏，因为第一是打时间不多，第二是可能晚上只有工作完之后晚上啊洗完澡回家躺着的时候，就可能应该有10点11点，那我就会在12点之前先打两把然后再睡觉，就会稍微舒服一点。从出道到现在你觉得自己有哪些变化？首先变帅了我觉得变化最大的是从一个小男生现在变成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男生吧，不是自夸了，就是稍微责任感强了一点，然后危机感也强了一点，就是希望自己可以再变得更成熟稳重一点吧，因为我的目标还蛮大的，我也希望能够保护更多的人，所以加油。如果能和平行时空的自己对话，你想对10年前的自己和10年后的自己分别说什么？10年前的自己说，我知道你后面要经历什么，但我希望你坚持下去，而且你已经做得很好了。10年后的自己说，不管将来如何，我希望你还是可以做你自己，就是开心最重要。因为我觉得10年前你其实已经有一定的小成绩了，不需要太去纠结成绩这件事情，在这个过程中有收获，然后并且是开心的有意义的就好了。第一个花好月圆，第二个是咖啡与车前，马马虎虎。第五个啊，擦响鸡飞啊，鸡飞狗跳。第八个鸡飞蛋打，鸡飞蛋打是对的。余音环绕，全啊炸蛋叉山叉，狐双狗双，狐朋狗友，我猜了几个啊？刚好哎耶、yeah ！男教练是女教练，女教练是男教练，男是男篮主力，女男是女篮主力，女教练在男篮训练，男教练在女篮训练女男。